上个礼拜好像有提到说，如果当选的话，要把中天回复52台，之后再做证件发表的时候，这部分也会列入的。你这部分当然了，就是说你有几种讲法，一种就是说哦 ，NCC 还在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呢，这个你希望 NCC 呢能够做考虑，这是一种；一种是 NCC 根本就不要了，哦，独立机关，所以这种号称独立机关都不是真的独立机关，都可以作废。就阿贝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当选总统的话，要废掉 NCC？ 这是不是？这有几种？我跟你讲有几种嘛，一种是两种，第三种就是说 NCC 不由政府来提名，由民间自己组成也可以。啊，这就是有好几种可能性嘛，啊，都可以考量的。这怎么样真的对媒体公平，然后是媒体觉得是合理的，我觉得就那样做。也有人提到说自律嘛，就是自己民间自己搞一个自律委员会，等于是 NCC 啊，那也可以。不过他有牵涉到那个电波的分发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的，那个跟媒体无关，那是跟电信总局啊，跟那个电信有关，那是另外一部分比较技术的问题。